无护航吧？。杜光亮死的，你到底想哪处理？你想是老老实实交代好清楚。我确实欺骗大家，真正是臭脚互人变白，敢会是死的大野草？我就是要买这个冷冻柜啦，进来。我嘛是即摆才知影，警方昨昏接到杜光亮的代志啊。你这个所在太遐尼臭，敢是头前去开冷冻柜？我真无简单，才挽回到重生啊！若是接到个鼻孔，我就真正晕死啊！三立台湾台天道。来个准备走啊！朱莉，你先干嘛去？不应你，我们走在你，你再不要！不能自保。你想是老老实实交代清楚，杜光亮的尸体你到底想哪处理啊？就算讲伊给我藏入去以后，伊还阁存一口气，伊绝对等我变去那边啊，哪有可能阁走出来啊？伊讲，阮爸是一个真有正义感的人，伊上挑迄种食软惊硬人，尤其是袂骨啦。伊那是我的后生，唔知会偌好。你该一年哦，你就会报告出来，无符合无。但我甲蒙子宝宝较大，就当管期待血而已。就算你甲了蒙子出来嘛，恁两个唔管多进多，赶紧洗一下。你唔拿酒菜，我的婚姻，连母国的宝宝你嘛要酒菜。许世伟一当场开枪，那蒙子就着迄个，结果就真正落地啊。我确实是甲杜光亮尸体偷偷藏起来。我讲这件代志，是有人有心要对付咱。我呢就。只想要替你留下，反正以后会当有机会将这个证据甲陈龙军压落底。我相信你。你明明是龙子就是大雪，这是害一个囡仔性命，是你们管他的代志呢？爸，我会掉你的希望。您进前就出过奥博，该我的亲子鉴定报告啊，已经有前车之鉴啊。阮阿姑比你早去检验中心，佫真正逮到一只规规水水的鸟鼠。那里可以检验中心啊！哥，你看，